我叫 Mike， 我被封了，这也是这几天停更的原因。其实也不算被封，而是我的信用分被扣了22分，被禁止进行多人游戏了，理由是伤害队友。看到这个理由我就来气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些天我匹配一支野队，想看一下这些老外们的吃鸡水平如何。我跟随这个来自斯里兰卡的一号向一座擂台跳去，打法挺杠的，估计技术也不错。不多时我们降落地面，我精准控伞直落宝箱，第一时间就拿到一挺 MG3， 心里可是开心坏了，美滋滋的。然而我突然就遭遇了爆炸弓箭攻击，好像是来自我的队友，大概是手滑，我也能理解。我迅速搜寻着武器，然后就看到了攻击来源，就是这个一号。我被炸得莫名其妙，莫非是怪我抢了这里的宝箱？问题是有没有约定一定给谁呀？他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不依不饶的？装备不是谁捡到就是谁的吗？然而他还继续向我发射，一件又一件，哪怕我驱车离开，也想把我车打爆。那么俺惹不起，俺惹不起。但是我根本躲不掉，我去哪他就去哪，不打爆我誓不罢休。一人也有三分活，这游戏没法玩了。不过就在我暗暗躲在一旁抹泪疗伤之时，这个家伙竟然骑摩托把自己撞倒了。我愣了半秒，然后不顾一切的就向旁边的载具冲去。来到近前，我迅速给他封烟掩护队友救援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第二枚烟雾神使鬼差的就换成了手雷。我承认我此时有些失去了理智，就连两个队友都怨恨下了。刚才一号攻击我的时候，他们不但不阻拦，还在雨林里大笑，这是我关麦的原因。怨恨老外们都是如此的双标，索性到毁灭吧。幸运分警告，我被禁赛了。此时灭掉那个熊孩子，我也终于冷静下来，开始思考我是不是报复的太过火了，这两人罪不至死呀。所以最终我还是带着这个四号完成了吃鸡，也算是一个小小补偿。然而来到大厅才发现惩罚这么严厉，不够80分无法再进行多人游戏，所以随后的几天我只能靠人际模式来恢复信用分，玩一局恢复一分，终于我又可以了。再次能匹配玩排位是多么的开心呀，我迫不及待又进入一支野队，队长竟然还是一个巡查员，这一次的队友素质是绝对没有问题了。当然玩这个地图我自然有自己的打法，我一般不屑用枪，一把弓弩作业，我独自去获取火弩箭，一路奋战非常轻松就拿到了几十只，随后开开心心的前来和队友们会合。我目光如炬，第一时间发现一个狙击手，一支箭迅速射出，带着烈焰灼烧了他的脑壳。这一箭直接捕杀，我心中毫无波动。在这片战场上，拿着弓弩的我就是神一般的存在，绝对可忽悠队友们的安全。但是这决赛圈的激烈程度也超出我的想象，敌人躲在茅屋里疯狂偷袭，却哪能想到我拿的可是火弩箭，烧死丫的！我宣布他完蛋了。我听声辨位，又发现新的猎物，锁定击发，一箭命中他毫无活路，现在补了他。我什么情况？我怎么又被禁赛了？我们赢了呀，而且最后的两个还都是我射死的，我不服。Great work, everyone. 等等，他说啥？不管了，我复盘一下。我受到攻击，射了下面的房子一箭，然后倒霉的一号巡查员冲了过去。该死呀，这也能算到我的头上，这找谁说理去？果真我再次信用分不足了，无法进行多人游戏，又被扣了15分呀，我只剩下了70分，又需要一局一局的人机局慢慢恢复了，而且每天恢复的分数有上限，只能慢慢的熬。所以兄弟们，以上就是我停工的真正原因了。我